的时候，妈妈曾经告诉我，有一个超人住在我的内心世界里，只要我相信他的存在，他会拯救我。但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真理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困难，没人帮助，没人理会，几乎失去了方向，无人相信妈妈告诉我的那个真理，我无求的他，他会因而如此。He's my superman， 他带我飞翔在那天上观看世界。He's my superman， 他让我所有一切烦恼变成惋惜。He's my superman， 他告诉我执着的意义有多珍贵，他让我感动是我自己。只要我相信他的存在，他会拯救我。但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个真理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困难，没人帮助，没人理会，几乎失去了方向，我忽然想起妈妈告诉我的那个真理，我无求的他，他会因而如此。 He is my superman，是我执着的意义有多珍贵。